我就知道那小子他没憋好屁，对不起，又误会你了。那你带我找他去。哎，好。手往哪儿碰呢？放邮箱。事儿还挺多。慢点，麦子，麦子，慢点。没奇怪呀、啊。哎，手放哪儿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抱着你，我怕掉下去。哎呦！先搞，我下去。要不然你们钱收一句，也就常常收一句。我说实话，收一句。不是干啥了？还装呢？你把事情给家门说清楚。听不懂啊？我都知道了。摊牌了。对，不装啊。我就知道你在我面前那一套都是假的。我告诉你，把这录音棚送给麦子，他不得开心坏了呀！我先来一首试试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这效果真不错呀！哈哈。哎，打电话问一下，干嘛呢？天天忙什么呢？连个人影也见不着。没干嘛呀，我练歌呢。一会儿约个地方见一面啊。晚点吧，我现在不行，没时间。这怎么忙了，天天跟上班似的呀？哎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挂了。能在他哥这儿吗？麦子，怎么感觉他不太开心啊？麦子，他真来哥这里上班了。麦子在哪儿啊？刚看是这儿。他真来上班了。麦子。嘉文，你怎么骗我啊？你告诉我，你哥不会逼你的。跟我走。干嘛呀？如何让你的女朋友体验社会性尴尬？要一杯芒果西米露。给我吹一点啊！芒果西米露，我这里都不够呀、啊。哎，你太小气了吧你啊！你这样子。我就把你跟我出来的事告诉你老公。你别笑，有病吧？他开玩笑的。开玩笑的，我主要想送你一首歌。对面的山坡上，那有头牛，公牛对母牛说他 I love you。母牛对公牛说你羞不羞啊？公牛对母牛说。